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六点半，我们要去跟 Mom and Dad 还有彼得爸一起去吃一间我们之前蛮常吃的快炒店，好像很久以前在主频道也排过啊，给娜在前面，它叫做十八。他们没吃过，因为 Mom and Dad 现在住在木栅，想说就来这一间叫十八小馆到了。哇，他们今天生意不晓得好不好，在这边专业的人在点餐了。我现在心情好好，因为你可以安安心心吃饭。哦，我觉得我不要再讲了。苏珊说现在心情很好，因为 Cody 跟凯尔在这里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他们这样的时间内睡着，我觉得好开心。真的希望我不用喂他们，我可以吃我自己的饭。希望能吃一个小时再醒没有关系，对，我们吃饱。吃晚餐我都无所谓。那等一下啤酒先喝两瓶下去再说。对，可以拿啤酒，我可以拿啤酒，我可以陪你。你们我开车啊，我开车了，立刻把这个放回去。哎、欸，你们妈妈真的是哎、欸，你看那彼得男人真辛苦，对，都不能喝。哦，他可以走路啊，对啊。对，可以走路。这唯一一个办法，不剪完剪完片，我喝挂回去。等一下我会剪片，越喝要剪越碎。好。我们都还没点到肉。点肉。好。哎、欸，他说招牌是那个，你这人比较多，可以点葱油鸡啦。葱油鸡用写的、啊，一份葱油鸡好了就有肉啦。有豆干的。对。对吧？番茄炒蛋，好，番茄炒蛋。我觉得它有那种番茄炒蛋。好 ，OK， 应该够了啦。那给。一个肉丝，一个炒蛋。因为年老你要补一了。葱油鸡。对。好。不用，剩下给你妈点。那要怎么不吃的？还是妈妈在家里？我看一下。他今年会生。没有，我们几个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七个了。没关系啊，就再点了。对啊，我们一定吃得下了，真的。对。我要去拿啤酒咯，快去拿。上面有一个海尼根，超巨，彼得说上面有个海尼根，这个。超市的老板。我真的不要逼我叫代驾，这边新店很近。过个桥就到了。对啊。但是我当你们家的代驾。不用。我也可以。1500。我载你们回家。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YouTuber 载你 ，YouTuber 回家。你的行情1500太少，我会不好意思，我会觉得欠太多。我也会做生意，不错。哎、欸，你以后不用请经纪人了，你知道吗？经纪人在这边，你原本1500变2500。那我不会喊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啊，你可以小碗在后面。啊，我去。哎、欸，这个鸡看起来很好吃哎、欸。我每次来的时候都会有一小碗。哇，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没拿碗，有 ，Pinky 去拿碗了。这个量给好。不会不会，可是看起来都很厉害，姐姐哎呦，帮忙服务好不好？每个人要，你要小心不要打翻了。你跟星星一起帮忙服务好不好？谢谢。哇，他的鸡，看起来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蒜泥白肉。我们要准备吃饭了，等一下我们点了好像七样还八样菜吧，阿优最爱吃白饭。哇，哎、欸、你们真的很过分耶，你们真的这样孕妇，华爸等一下要剪片，然后我等一下要开车，他等一下开车我在这样睡觉，所以等一下到三重角。没关系，我那天跟老爸喝 whisky 也很好喝。对，我们那天去 EZ5， 真的。真的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在一起。结果那天。其实是被两个耽误的人。你们一起去住外，都在隔离啊。我也觉得。14天哪、啊，可以啊。一起去住那个
太过分了，真的太过分了。我真的觉得这还好吧，这不会还好吧？你认真想想，是不是还好？那、啊、你在喝，当然说还好啊。这就还好啊，你不是说你回家喝就好了吗？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话不要讲那么多，先吃饭。这就是庆祝50万订阅。庆祝啊！53订阅，恭喜恭喜！53订阅，干杯干杯干杯！我帮老爸喝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不是53订阅吗？好棒哦！而且没有舒服，真的太好了吧！哇，银丝卷，老板多送的，对，然后还有天哪，最爱吃豆干肉丝。他银丝卷超好吃。对。光光，那个是那个，谢谢。那个酱是炼乳，那个是甜的。你要问你妈妈。阿悠也很爱吃银丝卷，姐姐你不是爱要吃银丝卷吗？这个我们有点过吗？新菜，因为它今天新菜就是 A 菜，然后小鱼苋菜、大豆苗，然后我就选了两个比较不一样的菜。不一样。这间好，你这间我们以前拍过影片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啊，那这间我真的算常来吃。最近比较少，最近比较少在。因为其实我们最近发现走国道上要回家比较快，所以就很少。对，就比较少，对对。以前是前常的。很常是因为以前店那边啊，对，以前学校回家都会经过啦。哇，糖醋鱼片来了，阿悠最爱。其实还好，我们这样应该不会太多啦。因为刚才都算小吧。这个。糖醋鱼片跟那个热炒。你说前面的吗？那个是新拍的。前面的鱼要不要？要新拍吗？就刚刚散步过来经过那些，你说前面那个热炒，姐姐讲了好了，靠我们家那个我们没吃过，每次经过人都很多，可是我们没吃过。人家常客满呢，你经过，因为它是整间户外，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会抽烟什么，我觉得比较不适合在那种。然后番茄蛋，我们点的菜应该都快来了吧？差不多了啊，还有一个中卷啊，还有一个中卷，他上班超快，今天很快，今天我去拿一个汤匙。哇，谢谢啊，谢谢老板，超好。哇，老板太高级了吧，老板人真好，太高级了，老板要叫我们以后会很美好，开心的。老板招待我们一个鱼，哎，那很好吃哎、欸、哦，星星你懂吃，没错，那个是啊，中卷来了，对，那个很好吃。给我放一下，等下滚了可以挖了，你吃饱了，会不会太快？好，谢谢。太减肥，他哪有肥？对不对？我一点都不胖。哇，真的，先孝敬老婆，帮你。哎，我先帮你。不用，这个没关系，我先帮你夹一块啦。天哪！哎，老板对你很好哎。龙胆石斑哎，吃看看，吃看看。龙胆石斑，我跟你讲，那冻身真的蛮贵。冻身，冻身有。动身有龙胆石斑吗？没有啊，可是有在动身，应该有吧，4000块啊。然后刚才有来一个菠菜跟中卷，动身只玩了两个。这边这个是中卷，是然后这个是菠菜，这家真的不错啦，如果注目大家可以考虑。然后这家我们很久以前拍过，真的算好吃。你已经每天都玩游戏了，好吃吗？他就不想再玩了。龙胆石斑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可以，好吃都不玩了。我想吃那个中卷，你可以帮我服务一下。那是虾球啊，我他说是中卷，我刚才就一直怀疑啊。脑子源全部给我。可以啊，你要这是中卷。现在不玩了，关岛很脆。你是被咖喱杯休息？你叫我夹给你嘞。很烫哎。还乱的哦。很
烫哎、欸，真的很烫哎、欸！叫我夹给你，你又不吃。你是刚好不好？很烫，吃干了很烫，是不是很烫？蛮烫的、啊，嗯，好吃哎、欸！它外面那个粉甜甜，哦，粉甜甜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先录到这，菜应该都上来了。这家我会打卡，珠穆大人真的可以来吃，我们还蛮算有常来，就这样喽，拜拜。